们的接力服装哎、欸，好酷哦！他可以说一句话是“C 六七四”啊，我们就可以睡觉了，加油！哇，成功交棒！现在是真的是最后一秒。对，要交接了耶！好啦，我跟你说一句话是 C 六七四啊，我们就可以睡觉了，加油！我们就要搭着这个小风车过去了。漂亮，那种依山傍水。这边就是新北市的海景，所以有跑完才是重点，我们志在参加。车子来了，车到。林佳琪呢？啊，怎么还不见人影？第一名抵达终点了。压轴，你们是？我们是立刻的第一名。我家大宝贝来了，他终于来了哇！他现在回来了，他今天担当了我们要跑最长的选手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我又在去了边路，一直上下坡，好不好？快累死我！没有谈话过啦，忘了。我跟你说一句话是 C 六七四啊，我们就可以睡觉了，加油！任务失败，谢谢观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春。现在真的是最后一秒，我要开始奋发跑步。前面的挑战就是看能不能都不要停下来，都不知道是汗水还是雨水，但这风景很漂亮。不要放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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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。跟你们说，我旁边有好多位护花使者，超怕被他们捡走了。好像是最后爬坡，真的无法用跑的，把屎吃，宣纸呼吸，还是用跑的了。最多曾经有六台机车跟着你。啊！那你刚才说我怎么样？很棒棒啊！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有啊有啊！到后面还坚持的用跑的哦。对啊，最后要冲到终点一定要跑一下，前面要走的就算了。够感人！很感人呢，因为我刚才就一路跑，然后我身边都有很多护花使者。